哎、欸，这个地方的酒店在哪里？这么尴尬的。87,随便随便，杀价成功了，折扣了36,660，好爽啊！力战之斧，雷兵属性攻击力提升，雷兵，谁有雷有兵，然后又可以拿斧头？确认一下报酬要带谁？雅芬哥哥吧。拿斧头又有雷兵，符文大师，魔剑士，魔剑士打全属性，可以拿斧。还有谁可以拿斧？药师，药师没有雷兵，猎人，猎人有雷没有兵，看只有符文大师的专武啊，难道就是要带亚雷莎的吗？不是亚雷莎，特雷莎了。哇，不如就拉玩玩看好了。5000，没得学，谢谢大家。我看还是带那个好了，我还是带普利姆罗杰好了。我想用占星师来打。SP， 我们 SP 加80的，哎、欸，在人家身上。Johnson， 感谢，来去报仇。多了一个 NPC， 盗贼头目。咦，这是什么药啊？你身上有什么？呆嘎！嘿，管他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这边，反正是我的了。
それでは。哎，我忘记睡觉哎，有点危险。オケリーケネブラ。覚悟はいいか。猛攻。吃。どこ見てるんだ。哦，好痛。どけ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おお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厄介事はごめんだ。行くぞ。剣は守るべきもののためにもののために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現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。やたがる。踊ろうかしら。マレギ。哎，没关系，这个比较无所谓。抓的真好，跳。哦，被抓起来啊！負けません。カルサウェンド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猛攻。哦，泰利翁顶住！哎呀，泰利翁天才！哇，泰利翁抓起来！それでは，我看看啊。カルサウェンド。これを使え。行きましょう。立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哎，漂亮的，直接打到抓起来。这里其实也不能干嘛，发个呆先。这里先，现在比较尴尬的，就那个吧。これを使え。稍微降一点点压力，效益不大就是。因为我这一回合我想顶一下，看能不能降悟空。そいつはなんだ。哎，我干，直接嘟下去哦！頑張ります。好吧，你都嘟下去了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扣你魔防。エレメントブレイクロスト。行くわよ。嗨，这里的话，哇，这里这个行动顺序超尴尬的。呀，你给嘟了耶！保险起见，しっかりね。さあ、覚悟、ゴブショウィンヒルドよ。
守りがガラッと。这还蛮可惜的，如果刚刚不是降他攻的话就可以了。哎，还是不知道他弱什么，对不对？雷吧。是弱雷，他打弱什么？嗯，八。弱攻，前面那个可能是短剑。負けません。癒しの奇跡を与えたまえ。踊ろうかしら。マレフィカ。はい、弱風。それで勝てば行きます。聖火神エルフリックよ。覚悟はいいか。覚悟はいいか。这里的话，其实没什么问题。这边可以先，这里可以破他防。然后下一回合，这里可以先破他防。哦。哦。行くぞ。然后这里多个魔。さあ、覚悟がいい？技能全体化。武闘機シルティージ。好，这边传魔。そうだ。さあ、覚悟、ゴーム賞ウィンヒルドよ。踊ろうかしら。这里直接给。しっかりね。頑張ります。では、行きます。サルサーウェンド。サルサーウェンド。好。该上的伤害全上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这里就比较尴尬，还不知道他的弱点。我已经快死了，就是。嗯。塞他弱枪好了。レバン。这里要上一个全体的反击物理伤害。行くわよ。心勇。这里要砸什么？我还真的是不知道。上这个安全一点。月輪の反撃の守り。然后，マジックスティールだ。两个弱点看不出来，这个比较尴尬。看能不能光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打出一个光，会打两次。孔格雷亚鲁克。OK， 好。剩下这个，剩下这个比较尴尬，就是。あ、諦めるな。出番。应该会对啊，召唤这个召唤之前我觉得很搞，现在还好。猛攻！哎，死了，结束。
剩两只菜鸡。頑張ります。カリサウェンド。哦，嘿，反击，いくぞ。结束了。投稿シェベルよ。さて。マレフィカ。うわ。負け。では、行きます。カルサウェンド。聖火の加護に感謝します。报仇雪恨。偷你的糖果跟手帕。引导。诱惑。哎，剧场香岛怎么还在？滚啊！哎呀，真美，让我想起我爸爸。好。现在也解完这个任务了。召唤死亡之剑，打赢这么强的东西才可以把剑，应该要很屌吧？极低几率让对象立即死亡，好，其实真的是蛮屌的，怕掉就抓起来，即死神剑。好，报仇雪恨了，现在要干嘛？现在。我不知道他的任务是在哪里、欸，这个亚雷克。哦，就刚刚那个嘛。啊，还有诱惑失败，好麻烦。干嘛？干嘛？刚刚那里，劝你是赶快把东西交出来哦。哟，我难过的是，忍界。啊？什么？你单挑？你他妈真的还假的，朋友？不好吧？不好吧，朋友？一个。行きましょう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行くぞ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不好吧？你都破防啊！我还有最后行动，我还可以降你防。不好了。我顺便嘟你一下，哎，不好吧？啊啊啊啊啊！感謝する。嗯。
他突然面对观众在跟大家讲他的来历了。散达大人阻止。他跟观众讲解完他的来历了。古来公然，哇，这很糗啊！古来公然，风属性攻击力提升，属性攻击加三思了。哇操，伤人神功啊！突然觉得我们特雷莎好像越来越夸张了。有了那个斧头跟那把弓之后。他魔剑士奥义不知道可以操出多少伤害。Organ, I have a 花。好操，抱歉。这个后日谈好多、啊，美。啊，就在我队上啊！我可以去酒馆把它换出来、啊。双刃战，在战斗中攻击两次，误攻95，这个应该给那个吧，给那个能装哦，就是你的泰迪翁，我觉得很适合你。专门来快速敲掉人家弱点。重点不在伤害。重点在暗影敲两下。好。这样大部分这边都结束了。下一区是哪里呢？达斯克瓦罗，看一下。嗯，窃笑的居民，我想要东西写在日记上，什么日记？阿里卡托哟，这么好、啊。哦，姐姐，那个时候的我没有胆子。卡古古西罗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行くぞ。さあ、オーブショーウィンヒルドよ。感謝する。また一つ強くなる。感謝する。感謝する。哦呦，进化公鹰，这个倒是蛮秋的。哦，欸，靠北，不对啊，我才注意到风属性攻击威力加属性攻击加三思了，给我用不是刚刚好吗？哈！
哎、欸，斗志之掌，哎、欸、啊哈！不愧是我们欧菲利亚，对于战斗果然还是不太习惯呢。现在这边也没什么事情。维克塔洛、史迪尔斯诺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事情可以做。哦，看来很多事情可以做啊！啊，是那个舞娘，先换一下。这什么？我很缺、啊。莉亚莉安娜塞纳之后，嗯，要想办法帮帮他。嗯，啊，禁忌短剑，虽然我觉得不太需要了，不过还是拿回来吧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你能陪我练习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押してまいる。さあ、始めようか。ここからが。お、攻撃力提升、斬擊不错。覚悟はいいか。这个斬擊很漂亮。感謝する。いい勝負だ。さらばだ。然后上去看一下。活泼。啊，婆婆，谢婆婆。哦，你这个之前等一直嫌我等级低不跟我打的，你死定了。さあ、始めようか。覚悟は。滚。七。さて。怖いね。我暗影回两下。いい勝負だ。滚。感謝する。
灵魂弓，破剑者，嘿，我靠，这么求人？不是、啊，我怎么灵魂弓跟破剑者是三小？弓还可以理解，破剑者是什么？好弱。也好弱，哇靠！这种烂屌东西，你放在这种时候给我，是不是看不起我陆文文？好，这也去过了。弗雷姆格雷斯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吗？欧菲利亚的初始城镇，这里应该蛮多事情可以做的。啊，刚刚那个小刀忘记买。先不理他，我觉得小刀没那么重要。没货。冰之巨人的证据，我到现在没过。对，这个我进去过，我有印象。看下去了。还有他的后日谈吗？大主教之战哦，65%，请你住手！啊？苏维米尔、莉安娜和艾丽莎在那之后，这个吧，对啊，维斯帕米尔，等下再去看。也不是有个什么风车的吗？哎、欸，他们两个都在、欸。そんな。こんにちは。実はね。あら。そうね。え、所以。そうね。進化之身為根據，所以我要再去進化之身。好的，
欸，我现在是带谁？我现在带雅芬，不行，要回去换。雅芬现在身上没装备耶。有钥匙真好，有钥匙真方便，大家都喜欢我们钥匙哥哥。进化之身还蛮远的。哎，阿妮怎么了？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了，不过你身上的东西这样子放着，有可能会引来人家攻击，先把你收起来。砍都砍不到。行きましょう。サリサーウェント。少しは成長できたでしょうか。来到进化之身啦，就来到这个好地方了。这里一看就是一个支线的地方，但是什么都没有触发。100倍的好地方。哎，100倍的好哥哥，又见面了，这么巧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霸气。行くわよ。マレフィカ。他应该是弱仗吧，我想。八十。为了避免自己乱花钱，只好拿给参哥了。好哦。サニダレ。哦，中六下。中五下还可以。覚悟はいいか。怖いね。頑張ります。コングレアルキ。靠你了，普利姆罗杰。再赛一次。干。真正是无啥好呢。相手が悪かったよね。禁忌短剑，欸，那这样也不用买刚刚那个禁忌短剑了。Thank you.
冒険の騎士、押して参る。行くぞ。猛虎。出番ね。ええ。どう。それでは。金取るぞ。聖火の加護に感謝します。快升级了，聖火のご加護。さて、猛虎。マレヒカ、うまい。それでは金取るぞ。戦いはやはり苦手です。あ、终于是升级了。OK, go!火场怪力，我是叫火场怪力。比试，哎，残党领袖，结果是单挑，是不是？是。是。さあ、始めようか。行くぞ。狛犬。哇，他攻击力提升。哦。覚悟はいいか。千本刃。オブショーウィンヒルドよ。フェイ。また一つ強くなる。感謝する。感謝する。大主教之杖，嗯，我有大主教之杖了，两把，我可以左右手各拿一把吗？不行，而且我的属性攻击已经999了。这个刚刚那个啊，刚刚那个亚利安娜的任务到底要去哪里解？我好像看到有人讲，可是我没有仔细看。斯托刚德下阶的猎人师父朋友，斯托刚德，斯托刚德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斯托刚德来。
师父的朋友，师父有朋友啊。哦，好像是一位女性哦。怎么是你？那那，そうか。哦，是塞拉斯第一章的 boss。学者塞拉斯在那之后。好像有些东西要去剪掉。哎，禁忌之剑，我觉得把禁忌之剑要拿，哎，禁忌之剑蛮强的。哎，就他是不是？嗯，嗨，え？ごきげんよう。所以我还去找那个车夫哦，哈哈。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哦，两把双刃战斧，那我左右手各拿一把，不就可以攻击四次了吗？哎，新加坡。冒険の騎士、押して参る。行くぞ。はい。攻撃太死、無雙徒手好痛。本番だ。怖いね。行くぞ。さあ、ゴーム賞ウィンヒルドよ。感謝する。また一つ強くなる。感謝。感謝。哎，这什么？重力指符。哎，是什么？武器店最佳资讯。我的。耶。啊，这个我进去过了，没你的事。去上街看看。谁？
嗯。哦，真相，这我竟然没解。哎，シナポー。冒険の騎士、押してまいる。行くぞ。はい。さて、怖いね。さて、さあ、ローブ賞ウィンヒルドよ。哎呀，全武器就弱剑而已，这么衰。これで終わりか。感謝する。看下去，哎，怎么有一个漂亮妹妹？隐藏道具的资讯。哦，骑士剑、月之刃、地狱虎、帝国盔甲，看下去。好，这个解过了。好啊，现在呢？只好每一个地区都先去晃一晃再说了。嗯。朋友们在我后面推我一把呢，来来推了。さあ、始めようか。ここから。推。また一つ強くなる。感謝。感謝。感謝。哎，没有效果哎，原来不是这样解吗？两个妹妹，哎呀，妹妹辛苦了，有好多好棒的东西啊！嗯，哇，船难船长到现在都还没找到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